盘鳄鱼，3500盘鳄鱼，3500盘太夸张了呀！我吃了拉粉，你吃的。可以，这把如果把他杀爆了，你就装饰我。现在先别理他。好，可以。全军第一指示，杀戮。小马名言，你去问问整个峡谷之巅，谁敢这么跟我说话？我你妈太霸气了！Q 还挺准的哟，听到他手插的。哦，他完了完了，重装好了。哦 ，Yes！小问题，反正他就不必死的。我闪电直接贴了脸，直接追到他 A 六行了。太惨了，太惨了。W 该预埋一下的，往左边拉一点点，那位置他就找不了位了。小问也是。我已经。生存意味着永不止息。直接预判，直接就正向预判，他肯定要躲的，他不可能不躲的。这波你们都在玩操作。他肯定他进入那种躲避状态的状态，对，他就一直在想着躲我 W， 对，那种时候肯定要利用心理搞他的。来吧，等级越高越不好打的呀。是的，哦，我跑前面了，哎 ，nice。哇，好像新的那个一闪秋，你知道吗？嗯，帅的一批。哇，我抽到了，没闪到。我又打野别了。我一他脸，他 Q 的时候一打脸，我就要死了。哦。把他，你看把他给吓的。我的。卡他中路出他妈什么呀？追 P 吗？追 P。我忘记了，我前年我玩过一把，忘记打秃子了，出 CD 流。咋出的来着？哎，魔宗呀。不是，不买魔宗那一套，我记得还有一套。那是呀，跟那个罗登呀，是这个，爽得很，到十八级才爽了，打不赢。那三秒一个打不赢。不管是什么，是活下去的渴望推动着人们。蓝切不可能 ，AP 卡他怎么出蓝切呀？AP 卡他肯定不出暴击的呀。我的小腿怎么会抓你呀？他妈惊了，你知道吧？他抓不了我的，我都有视野的，没看到吗？
刚刚你没视野呀、啊？他去上了，他是蓝开刷上的那个小丑，你别给我撞。完了，我走，别跳。哎呀，这个小丑太鸡巴贱了！双面毒，他怎么这么跟我玩游戏呢？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呢？小问题。那小丑这个英雄，不管谁他妈玩，就感觉玩的很他妈下作。真的下作，这英雄！你说你给个一就给个一就算了，还给挂个点啊？我他妈杀了两个人之后，还点是最厉害。对，是我这英雄感觉他妈打起来就没什么战斗力，全他妈的干些脏活，真的。你像现在那种 AP 小丑才恶心，你知道吗？打团点一个大招就追你 ，AC 打也不是，不打也不是。AP 小丑，你血量低于30%，那一刀人你妈要打喷，你知道吗？一点几的 AP 加成。是吗？超过一倍的 AP 加成，巨蹭。对，是的，天然刀。哦，打起来了！我觉得这个人头必是咱们。打呀，打呀！这个鱼还没踢，可不是我不去啊，我过不去，这把感觉炸了。这鳄鱼带个瘾啊！哎，抽不抽？等会儿不慌吧，不急，等我。我觉得这把要输，兄弟们。我觉得不会。怎么说？我觉得我要开瑞。2000对500进吗？进吗？你说我的吗？对，赢了给你2000，输了给我500，进吗？这稳赚不赔的。接不接？2000对500进吗？接的好，OK。OK。80000不搞，这把不搞，但我读这个局势，我觉得会输。哦，不给我，哦，我给你们。这把吸他500就行了，好吧？不会输的。哎，来人了吗？晕他，他有闪，这个视野，中了，飞过去。哥，咱不能这么玩游戏的，哥，咱不能这么玩游戏的，哥。我啊。我的头上压没不行啊，作为一个 ADC 兵线人可以死，兵线必须撤，你别装呀。
吓他了。下路歪了呀。那下路你看了。你花钱了。哦哦哦，我先走了，兄弟。拜拜拜拜。哦，这直接我挂野然的这人，太过分了！哎，你妈坏起来了呀，感觉。哎，感觉这把有的打吧，前面配宝石也厉害，我自己卡莎也厉害。他没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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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一下 ，nice！ 啊，这千珏乱他妈在那 C 的逼，有暗吗？有暗吗？等我，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哦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兄弟们，中中中中中中！完了，怎么说？嘿嘿嘿嘿！啊哈哈，中单卡莎啊，2500块。上当了，上当了呀！你刚刚是2000对500，对不对？我500，你2000。对，我再给你一个新的比例，4000对800，比刚刚那个比例高，你接吗？你再多投300，可以多赢2000。你想想，比刚刚那个比例高，要不要加注？怎么说？等一下，再过两分啊！再过两分，不就没有再过两分钟？就现在，就现在。咱要稳扎稳打。好，那算了，吃500。咱要稳，什么叫吃500？还没结束呢，别急嘛。这把真没了，好吧？这阵容真没了，兄弟们。我蹲下了，我去远去。来来来，我有去了，这不可以插。哎，完了，这怎么上哪都有这个人啊，哥？他肯定背，他不背我。洗碗，中单卡莎这英雄太难了，好吧，除非前期对线杀爆，不然我真不知道怎么玩。太疲软了。现在打架只要没有鳄鱼大爹在，一定输。啊！哦，打不了小兵，哦 ，nice。人头，人头。打不了小兵，不打小兵这 AD 死了。这怎么八杠零了？我操，这鳄鱼会玩呀！哇，这鳄鱼他妈裸了个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裸了个血手，他想赢，哇，他真想赢，这兄弟是真想赢。别抢我刀啊！还买个护臂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
总觉得是减两千，所以我们，你们要一定要信猪猪的读牌能力，好吧？你们一定要相信我读牌的能力。我宰他，兄弟们，我杀他，杀他，杀他，杀谁？杀谁？给我好好讲！我操！给我用力的讲！你们一定要相信猪猪的读牌能力啊！哎，要不你要，你有我微信的呀？我加你。暴击啊！我操，兄弟，中单卡杀！我操！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这个下路，我觉得就是这个小丑太厉害了。这小丑，小丑技能，投降输一半，投降输一半，兄弟。啊，没有的呀。没有的呀，投降输一半。现在八万对一千金吗？这把能不能翻？我们要大龙了，我们要四龙了，考虑好。你看吧，你可接嘛，你看吧，算了吧，就两千对五百，也不多套你的五百了，好吧，看你都行。不能太贪，好，我要看说话了没有，我们
我想不通这把这卡扎怎么能起得来。打打打，我的跑车了。强大强大，哇、哦啊！怎么那么快？啊，他 Q 怎么快跑那么快？晕了，我就闪现给我。给你哥，给你哥，给你哥，兄弟，他带他妈那个呀，带巨酒的那一刀太痛了。哇，这小组太好，这小组好稳啊！他妈的玩这种出装的。我不一样的哥哥，哇，这小手的出装你看到了吗？出他妈攻速打野刀的，对，伤害很高的，对，玩他妈特效的，闪不了闪不了，闪现留着打团了，这不很赚的，一块一。我真厉战斗开始。都是我的。他毙了，给他毙。我操！哇、哦，好厉害！哇、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走！你们是大哥，我是你们生物的小弟，加油，大哥们！哇，太顶了呀，兄弟们！啊，不是这些队友，你妈！没对呀、啊！抓到！啊！怎么两都是假的？没有，第一个已经死了呀，哥！啊，真的已经死了。我这他妈的，我裂开了！我没看到，我好惨。我觉得我已经买错装备了，现在买错就买错道具了。为什么买错装备了？我不知道买错没买错，感觉不对劲儿，感觉伤害啥的不对劲儿。还是因为我残卡七啊，
哎，这团就他妈离谱！哎，真的就离谱！太夸张了！完了！啊！我闪现！救你！救你！救你！大龙四龙，大龙四龙，一波不掉。能一波吗？还有蓝命，能一波吗？一波不掉，哥哥。完了，上头了。当我没说话，当我没说话，当我没有说话，当我没有说话，当我没有说话，我们一波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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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你在拉我八六的你啦啦啦啦啦啦啦！我是愤怒，我是愤怒。为什么这么开心啊？你妈混子，给你2000。没有，给他们抽奖吗？要不然。没有，愿赌服输，好吧。